奇怪，已经很晚嘞。对啊。你在干嘛啦？看戏了。没有什么比最爱的人更值得我们用心守护，这份心意让科学家用超级电脑、用大数据将人工智慧带进了安全系统里，成千上万的处理器核心与科学家的材质一起运算，让镜头不只是看见，还能准确辨识画面中的物体及行为。每一只镜头后面都是数十亿以上画面所训练出来的 AI 智慧，像每一个爸妈在孩子身边时那样强大。而最核心的演算法更需要数十万运算小时的锤炼，就像是天使的眼睛，24小时不断从画面中自主学习，进化不懈怠。有了人工智慧的安防系统，判断异常的准确度比过往改善100倍以上，误报率从83%降到1%以下，不再因任何风吹草动而大惊小怪，摄影机发出的警讯都能得到最大的重视，让一次也难以承受的意外在发生之前就消弭于无形，使智慧安防成为最有意义的安全守护，不只看得见，还能看得懂。我是台湾超级电脑工程师，也是个爸爸。我是 Caesar， 我用键盘工作，守护我孩子安全快乐的长大。看不见的温度，来自 AI 视觉的守护。 AI 超级电脑，智慧用心，所以安心。看得见的进步来自超级电脑的速度。